我想作为一个音乐家，能够在殿堂级的国家大剧院听到我这么多作品，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？瑜伽没有了，太幸福。其实这么多年我的身材保持的一直很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是音乐折磨了我，从来没有让我有一个安稳的睡眠，我总是不停地想，我如何能写出好音乐。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少说几句，我想你不能剥夺我的权利。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山里面，跟我父母住在一个封闭的地方，没有电，没有公路，然后要跨几十条河才能够到公路上去。然后我背着小书包在山中里读书，我哼着歌做梦想，但是没有想过在国家大剧院有这样的成绩啊。然后我经过了40多年，我每每感觉到祖国的变化，感觉到我们的党、我们的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生活。大家知道世界很乱，但是我们这么安康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发自内心的，我想我不能白活，我想我用自己最好的音乐写给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才能够表达我个人，也表达所有艺术家的心声。做了我太多师长、朋友，这些师长他们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我是一个电影音乐作曲家，很多的师长从电影从1亿到50亿票房做出巨大的贡献，然后还有的师长完成了国家所有重大的晚会，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。我为他们写作是我自己心甘情愿，我觉得我应该的付出，谢谢。王宁院长不愿意让我说话，我必须要说，没有王宁院长就没有这样一台晚会，精彩纷呈的晚会，没有我们长影集团的庄严董事长，也没有这样一个精彩纷呈的晚会。大家鼓掌。我这个人无法完成，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在我心目中最好的指挥家吕嘉。我们最好的合唱团大剧院合唱团。共和国的摇篮，最古老最年轻的团队长椅乐团。然后我的可敬的魏松老师，我的师长，我的朋友，他越是老将声音越好。王丽，我的战友。英席，我的战友，著名的歌唱家。霍金，著名的歌唱家。甜蜜蜜，小妹妹，很少有孩子能够10岁做爸爸，站在这儿，后面有庞大的交响乐团跟他合作，而他很淡定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了不起！小周，啊！声音像水晶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周小玲，著名的歌唱家。高红，著名的歌唱家；王凯，著名的歌唱家；孙若琳，著名的歌唱家。没辛苦。谢我的粉丝关注，我永远为你们歌唱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谢谢。是现场所有热情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掌声。
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。